Hello， 又是我贝果啊。今天会跟大家过渡来将军澳试一间台式药膳火锅放题的。这间放题呢，我之前就 bookmark 了在个 list 很久都没试过。今天终于有时间可以和大家一起过来拍片试一下。就等我做一个小食评分享告诉大家啦。马祖在香港有几间分店的。我们今次去到是将军澳广场的分店。而这里呢，主价是全日120分钟任饮任食的放题，还可以一人一锅选自己喜欢的汤底的。这里呢，主打汤底选择多，有12款，有辣有不辣，有主打药膳汤底，还有一些台湾的麻辣汤，也都有日本的寿喜烧汤底。而我们今次呢，就选了一个药膳花雕清鸡汤和一个日本寿喜烧 Sukiyaki 汤底试一下的。咁入座嘅时候咧，你就要拣好咗汤底啦，同埋你哋想食嘅边一款肉类嘅放题。咁我哋点咗一份西班牙猪啦，同埋一个派龟嘅牛肩胛肉放题套餐嘅。而吸引我哋地方咧，就系、是、原来呢度嘅 moving 皮雪糕咧系可以任食嘅。咁快手同大家行一转自助区啦。咁呢度咧都有好多特色嘅台湾软类嘅，而沙茶牛肉咧都可以喺出边夹到嘅。仲有一个咧就系、是、比较特色嘅一个叫做盐西烧卖，仲有推介大家试下狐狸贡丸，仲有黄金虾仁做，都可以一试噶。而呢边咧就系、是、蔬菜类，有羽衣甘蓝啊、生菜啊、金菇啊、番茄啊，都可以喺呢边。而呢边咧就是、自助酱料区域。而饮品方面咧，可以拣热饮同冻饮，都系全部都系可以任饮嘅。而甜品方面咧，系主打雪糕同埋雪条。今次咧主打咧都系 moving 皮雪糕，咁大家亦都可以咧拣一啲本地牌子嘅雪糕或者雪条去试下嘅。我面前呢一个咧系药膳松草花瑶胶鸡汤，而另一个咧我哋叫做日本寿喜烧 sukiyaki 汤底。而中间咧就放咗两盒西班牙猪啦，仲有两盒嘅牛肩胛牛肉嘅。西班牙猪咧入口嫩滑，而牛肩胛咧肉质嫩口又新鲜。而两个汤底里面咧，我就偏向中意药膳虫草花呢一款，佢好重药膳虫草花味啦，仲有咧汤底入面咧都好多瑶胶喺入边嘅，汤底好浓郁，唔使点豉油咧就咁食咧，啲肉类咧都好入味。这个牛肩胛啦，你见到啦，煮熟咗咧，佢都系肥瘦适中嘅，唔会过分肥啦，亦都唔会过瘦，啱啱好。而寿喜烧汤底咧，我就觉得略为甜咗少少，但朋友咧就话觉得个味道啱啱好。而丸类咧就真系好丰富嘅，我哋大部分咧每一款咧都最少试咗一粒，而肉类咧我哋系嗌咗 encore 咗两至三次嘅。回本部分梗系要食翻个 moving 皮雪糕啦，咁我哋嚟翻个小总结啦。而马祖咧，佢系个优点咧就系佢个汤底选择类都较多嘅，咁有辣有唔辣啦，主打系药膳嘅汤底啦，咁同埋咧佢有好多特色嘅丸类，有唔同嘅肉类套餐，大家可以选择，仲有佢环境咧坐得都舒适嘅。另外咧佢都阔路嘅 ，moving 皮雪糕咧佢冇限你数量，佢摆咗喺雪柜嗰度咧系任你去攞嘅。而呢个咧亦都系一个回本嘅位置嚟嘅。而个人期望啦，马祖可以丰富翻佢个饮品柜啦。始终佢饮品柜嘅选择咧唔系太多，亦都唔会话太过丰富。仲有自助吧嗰度咧，小食类选择咧都唔会话太多嘅。所以我就希望佢可以话再多翻少少选择咧，就会更加 perfect 啦。今日介绍咧去到呢一度，中意呢段片嘅朋友咧，记得留言赞好，同埋订阅我哋个 channel 啊！记住揿埋个钟仔，一有新片咧就会通知你哋。下次再见，拜拜。